你那边冷吗？你现在这里冷吗？可以回一下。宝贝，你那边冷吗？有点冷，有点冷，有点冷。多穿外套啊，多穿外套，家人们。宝贝，你还在吗？还在啊。能翻我一下吗？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，你一天都在听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配合，赶紧支持，都是感冒了。宝贝，已经想好等下去吃什么了吗？想好了，烤肉。好嘞，那我去吃饭。谢谢每个人的评论，然后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喜欢我的歌，然后每一个评论我都在看，对，因为我也想看大家的反馈嘛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挺好的，大家喜欢我就 OK， 那咱们下次见面。